你别这样，我知道你难受。可再怎么说，丁当是小莲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混账话呢？丁当是我亲儿子，他说了我是他妈，我不管，我不能让他被人带走。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你问过律师了。 想不想妈妈？嗯，彩霞，你来了。呀，你穿的什么鞋啊？这么破，来，妈妈给你买了双新的，最流行的。好，来试一试啊。嗯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谢谢妈。想不想妈？ 亲妈一下，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这得看你亲妈什么时候放人呢？什么叫我什么时候放人啊？丁当是我儿子，他住在我家里是天经地义的。冯小莲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丁当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妈妈呀？我跟你说过，你不是我妈，我只有一个妈。王彩霞，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别老来我家呀？ 这样，丁当是不会认我的。行啊，只要丁当答应，那我可以不来看他。我不答应。只要你不来，不出半年，丁当他肯定愿意认我的。谁说我愿意？我只愿意跟他，我也跟你。彩霞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冯小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我养了丁当这么多年，你不但不知道感恩，你还对我大吼大叫啊！除了你们有血缘之情，我们还有养育之恩呢。 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闭嘴！丁当，你吼我！丁当已经在你们家2天了，按照约定，每周末我带他回去。诸如我带回来。哎，你们不能走！丁当，你得留下。不，冯女人，给我让开！走，你把丁当还给我。 大哥，来了，来了。丁当，你亲妈来接你了。妈，我不想走。丁当乖，下周末再来，好吗？嗯，亲妈一下。丁当，来。 哪个城市畅销哪些产品？同时，每一家专卖店各卖出多少件，哪些产品需要补货，哪些产品有需要做折扣促销的，都可以通过网络传递给公司。而加盟商的部分呢，则可以通过即时信息系统看到公司最新的服装设计。另外，你们的订单也可以马上传回公司。这么一来，整个过程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，而从订货到交货也只需要10天。这个办法好，信息畅通。 这样不需要担心我的库存了。嗯，你们公司品牌的样式很时髦，广告又多，一定卖得很好。这个呢，就要靠你们各位的帮忙了。我们做品牌的呢，最重要的就是靠口口相传，你们说对吧？你们公司对加盟商的服务态度这么到位，我呀一定拉着我的朋友来入伙。谢谢谢谢。我看十几家做品牌服饰的都没你们做得好，我认定你们了，现在就跟你们签合同。
找你的，大康。喂，大康，什么事？叮当，哎，叮当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被打了。谁打的？冯小莲，就是我亲妈。你亲妈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打你啊？警察都来了，我还骗你不成啊？不信的话，你自己去问问。这么说来，你承认是你打的孩子了？这个孩子实在太不听话了，一直在那骂人。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，一会儿还得了啊？警察同志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说这里有人虐待儿童。妈妈教育孩子，这很正常啊。是谁报的警啊？叮当。叮当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春儿姐，你不知道，叮当他处处跟我作对，他还骂人，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。小莲，你别激动，你慢慢说。昨天我回家以后，叮当，你看你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了！贼人，终于被我抓到了吧？不许跑！叮当，今天心情不错嘛？玩什么？我陪你。三英战吕布。三英战吕布。那我就演吕布。不，我演吕布。那我只能演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了。不，你演赤兔马。行，赤兔马就赤兔马。让我接。来。上赤兔马喽！哎，叮当，你都多大了，怎么还玩这个？让同学见了会笑话你的。你是我什么人啊？要你管！我是你妈呀！我是吕布，字奉先，没有妈。行行行，只要你不说脏话，怎么都行。驾驾！哇！哎呦！哇！呸！不好吃，比我妈做的差远了。彩霞阿姨是怎么做的？我说过了，她不是阿姨，她是我妈。你才是阿姨。来，你先尝尝这个，看喜不喜欢。不好吃，没我妈做的好吃。我要回家。叮当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你怎么能浪费粮食呢？我不管。叮当，别闹啊！你是我什么人？凭什么管我？你，他是你小明叔叔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越来越不懂事了？什么叫我变得不懂事？你们是我什么人？凭什么管我？我说过我只有一个妈，她叫王彩霞，你不是我妈。你居然打我！我妈从来不打我。叮当，叮当，叮当，你去哪儿？我要报警，你们虐待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，就对我们那么有敌意。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特别是像叮当这样，他现在正是处于成长的叛逆期，在这之前又受了很多委屈，叛逆一点也很正常，咱们得疏导。他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吓死我了。我估计叮当可能心里对你还有点怨言，咱们慢慢来，我相信他迟早会明白你的好意。我就怕他不愿意跟我们过，毕竟我们家的条件没有大林家好，而且这些年来王彩霞对他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，他都把他宠坏了。我就怕他只肯认王彩霞，不肯认我，怎么办？叮当，哎呦，你看你这小脸是被谁打的？小莲，谁这么狠心啊？王彩霞，都是你害的，不然叮当不会变成这样的。有话好好说。冯小莲，你这个亲妈是怎么当的？居然虐待叮当，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让叮当跟着你了。王彩霞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？叮当是我儿子，我管教我儿子怎么会犯法呢？我跟你这个不懂法的文盲说不清楚，我们法庭见。哎，彩霞，叮当，你别走啊！春儿姐，你也看到了，叮当跟着他是不会幸福的。妈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住在这里。好好好，叮当，请你们尊重一下孩子的意见。你把叮当还给我！小莲，小莲，小莲，
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，经本庭休庭评议，现评判如下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29条、第30条及有关法律规定，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、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发，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，丁当归其生父叶大林与养母王彩霞抚养。小姐艾伦，我这一杯要谢谢你们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，用不了多久，省内的其他服装品牌就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了。张大牛助他们一臂之力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要不然钱进和春儿他们俩现在都得露宿街头了。这只是一方面，红钱进卖的最好的几款都是出自叶春儿的服装厂，你看看，质量是一等一的好，其他的服装厂根本就比不上。他们俩还真是双剑合璧，天衣无缝啊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红钱进就会成为我们的上游企业。我们得从他那里拿订单，得想个办法遏制住他的势头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你最近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？钱进他们那儿就是一皮包公司，一没工厂，二没店铺，只是刚刚挤进了休闲服装市场，距离你说的这个还远着呢。我查过他们的账面了，他们可用的资金连买一个工厂的钱都不够。再说了，他们所有的利润都被房租和加工费给吸干了。你猜他给加盟商多少个点？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要是他的话，我肯定先把成本控制下来再说。可是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是说女人的第六感？艾伦，我的感觉从来没有错过。红钱进和叶春儿不容小视。如果要是被我不幸言中，按照红钱进的个性，你认为他会怎么对付我们？那这次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？打蛇打七寸，咱们从源头下手。叶春儿的服装厂布料是谁负责的？扁头。可是扁头那么听钱进的话，怎么可能？事在人为嘛。我们在前面找个旅店休息一夜再走吧。你好，停车吧。千万别把锁弄坏了啊！那扁头啊，比猴都精，要是被他发现了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，明白吧？放心吧，我们都是老手。快快快！
啊，等等，哎，又是你啊？有没有我的信啊？哎呀，你都问了几个月了，有你的信我还能不给你吗？我只想问一下，你看有没有落在哪里，或者丢了，或者丢在哪里啊？你放心吧，不会有这种事的。人家要是真给你写信啊，丢了一次也不会丢第二次啊，你说是不是？那是，人家根本就没有给我写信，压根就没有给我写信。哎，又是一个痴情女案。姐，我决定去北京一趟，那我陪你去。可是现在这里这么忙，姐你放心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哎，姑娘，你找谁啊？我找白浪。身份证带了没有？哎，有。好，登记一下，登记一下。哎，姑娘，你不是找白浪吗？是啊。嗯，他来了。哪儿啊？哎，车子里不就是他吗？啊！哎，停车，停车！白浪，白浪，我是小妹啊。你干嘛敲我的车呀？我找白浪，他是谁啊？他是我乡下的表妹。啊，表妹呀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找白浪，让他下车。亲爱的，你要下去吗？等等。难道你要让我一个人去看电影啊？小妹，我先出去一会儿，我还有点事儿，等会儿再回来找你啊。他刚刚叫你什么？亲爱的呀，你没听见吗？难道你们乡下没有这样的称呼吗？你们也太闭塞了吧。白浪，让一下，小妹。你姐夫在服装加工厂，他打电话来说，厂里出了点事儿，姚厂长要我过去处理一下。姐，你去吧。小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等姐回来，你给姐讲讲在北京的情况。行，姐想听我就讲给姐听。我觉得你这次从北京回来，比以前平静了很多。看来姐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你比姐想象的要成熟。姐很高兴，姐高兴就好。那我先走了啊，你多吃点儿。嗯，好。你看，这有很多污点，好像是机油。嗯，是机油。这么多瑕疵是次品啊？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？扁头是老熟人了，所以这批货进来的时候啊，没仔细检查就入库了。今天呢，刚好要用到这批货，打开一看，结果是这样。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人不小心弄上去的？不会啊，这仓库的钥匙只有我一个人有啊，而且这段时间啊，没人来过仓库。可是扁头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没有道理啊。不可能，我亲自检查过了。大晚上的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真的都是次品。
货是不是被人调包了？我装车的时候我还看了一遍，怎么可能被调包了呢？我就不跟你深究了，这件事情就算翻篇了。不过你得在两天之内再给我运一车过来，这批布料的存货不多了。两天？那这也太赶了。你是不知道，这批布料在市场上那是稀缺布料，很多人抢购，我也是托关系才搞到的。扁头，我不是吓唬你，没有这批布料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生产，下个月我要交给前天的衣服就完不成了。所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必须给我搞到。奇怪，怎么别的布料上没出问题，为什么在稀缺布料上出问题？臭小子，你是不是运货又跑出去玩了？被我发现，我扣你奖金，我告诉你。没有啊，哥，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我知道这批货贵，所以我火急火燎的就给送了过来。好，你别解释了，下不为例。不过这说来也怪了，这种布料省内每年都会生产很多呀，什么时候变成稀缺布料了？那我哪知道，那明明就是稀缺嘛。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总是放心不下。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可是我怎么感觉要出事儿啊？胡军，你快点。行。我好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怎么烧了？小妹呢？小妹在哪？小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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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妹！快点，快点，小妹！小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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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小妹，你醒醒！小妹，胡军，你留在这儿，赶紧打119！哎，我送小妹去医院。好，救小妹要紧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！哎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太危险了！放开我！小妹，你醒醒啊！小妹，你可千万别死！姐把你从小拉扯到这么大，小妹，你可别死！放开我！不能进去！里面还有东西！放开我！重要还是你命重要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进去！放开我！你不要命了！真是不想活了，再晚来几分钟肯定没命。小梅，我是大姐，你睁开眼睛。
还有小妹，虽然死里逃生，可她以后怎么样，很让我担心呢。你别安慰我了，我能挺住。春儿啊，你的命真够苦的，我不能倒下。再苦，我一定能挺住。我相信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谢谢魏医生。让他们两个睡一会儿，你在这守着。春儿姐，你是要回家吗？我一定要回去看看。你现在别回去，看了会更难过。胡军抢出来的箱子，哎呀，昨天晚上着火的时候，他硬是往里冲，拉都拉不住啊，还以为你们家里啊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呢，没想到搬出来的就是这个箱子。哎呦，你说，他就是为了这些书和本子，他连命都豁出去了。就别难过了，胡军他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节哀吧。这个本子是你从火堆里用生命抢出来的，因为你知道它对我很重要。我念给你听，我知道你一定听得到的。小草有一个梦，它要绿遍大地。小花有一个梦，它要装点缤纷的春色。种子有一个梦，掉在土里死了，结出更多的果实。我也有一个梦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，我只知道它是彩色的，比小草更绿，比小花更缤纷。他会遭遇挫折和磨难，他会死去，但是新的生命会在我的梦里萌芽生长，结出更多的种子来。胡军，这是我在课堂上写的一篇作文，题目就叫做《我有一个梦》。当时老师在课堂上宣读这篇作文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在那儿拼命的鼓掌，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你才是最爱我的人。我真傻，在你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珍惜你，我现在真的好后悔。我想好好爱你，好好的对你，可是
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春儿，把这个家照顾好的。呀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哎，姐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以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姐，老宅子没了，你和小妹呢，一直住工厂办公室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。主要都是大康哥和钱进哥出的钱，我和小莲只是过来帮忙。钱进、大康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知道你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好，我的服装厂也赚了一些钱，我可以自己买。春儿，听我说，小妹跟我说你准备要扩大你的厂房，需要订购一些器材，也需要资金。我对胡军说过会帮你，我说到做到。姐，你就收下吧，算是我尽的孝心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净乱花钱。我给姐花钱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哎，小娟，跟我去趟厨房，给大家露一手。好。那我们也去帮忙，走走。我也去。好，去看看房间。嗯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哎，小明和小莲受了叮当的官司，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别乱说话，注意点。我有那么没脑子吗？不知道是谁在小明婚礼上耍酒疯，想想我都丢人。这都是多久的陈年旧事了？你提他干嘛？也就两个月前的事儿吧。叶大康，你到底能不能聊天啊？嘴欠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哥哥？啊，我嘴欠？不愿意听你找小明去？哎呦，不行了，你嫂子得揍你是吧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没正形。哎，谁没正形？谁没？小点声，别闹。春儿，扁头刚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的布他已经找到了。今天晚上会连夜送来江海，估计明天早上6点就会送到你的厂里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不然我的工厂就要停工了。你工厂如果停工，我不就惨了吗？你现在所生产的是我们 CPAC 最畅销的产品，一旦断货，那些加盟商会扒了我的皮的。嗯，这都8点了，扁头怎么还没到？春儿姐，春儿姐，怎么了？慢慢说。扁头哥他出车祸了。他人怎么样？人没事，就身上的布料着火了。布料着火了、这怎么可能呢？扁头，扁头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真没用，这么点小事我都办不好。春儿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大哥。也不怪你，谁也不想发生这种事。我看到车祸记录了，光是爆胎应该不会点燃布料的。刚开始也没什么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它怎么就烧起来了。扁头，你想想，布料什么时候烧起来的？爆胎以后突然就烧起来了，但火势不大，他们救完我很快就把火给灭了。只可惜布料已经烧了一大半。他们？你说的他们是谁啊？那些好心人，其他车里的。巧了，车一坏就有人来，人一来就着火，布料烧了一半，哎，就灭了。大康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哪里出的事故？国道，刚刚进入江海市地界。
司机呢？他伤得比我还重，还在病房里呢。在哪一间？走。哎，扁头，你锁门干嘛呀？两位老板，今天是我的疏忽，你们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只是我上有老下有小，都指着我吃饭呢。是啊，连夜开车太累了，这不能全怪你。我出发前检查过轮胎呀，都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爆胎了呢？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千金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哎，老板，我腿疼。哎呀，老板，我说不说？哎呀，轻点儿。疼吗？疼疼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干嘛？是不是艾伦给你的钱？我数到三，疼死我了。二。哎呀，我说呀，快说。洪总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我老婆得了癌症，需要一大笔钱，要不然我也不会。好，别说了。这些钱你拿去吧。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洪总，你非但没有惩罚我，还给我钱。毕竟你也跟了我这么久，就算是公司给你的公积金。哎，谢谢洪总，我实在是对不起您呢。不过呢。一日不忠，百日不用。我洪勤进最恨别人出卖兄弟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从我的眼前消失吧。是是是是。勤进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有补救措施。我的工厂已经停工了。要不找别的布料代替一下吧？就是，也许还能便宜点。不行，大康，你忘了上次我们以次充优的教训吗？我们一定要层层把关。我同意春儿的观点，我们品牌现在才刚刚起步，宁可多花一点钱，也不能坏了口碑。洪老板，哎，刘老板，你不是说在计算机上订货只要10分钟吗？但是我昨天订的100件的经典款，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没有受理成功啊？不好意思，刘老板，那经典款因为卖得太好，所以断货了。啊，这位呢是叶春儿，叶厂长。他是专门负责生产我们经典款的厂长啊，叶厂长你好。你好，刘总。我们刚才正在研讨怎么样才可以让产品扩大生产产量，那不出一个礼拜呢，叶厂长那边就可以帮你生产出原来一倍的量。是这样啊，那好吧，我就再等一个礼拜啊。行，洪总，叶厂长，好，你们忙，我有事，我等着你们的货啊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送谢刘老板，我送你啊。洪千金，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一个礼拜怎么可能？不然总不能让加盟商对我们失去信心呢。啊，扁头，你去一趟福建看看有没有什么货源，如果有，不管什么价格，全部找回来。好。你婆婆的中风，看样子是很难痊愈了，住院治疗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医院的意见还是请她回家休养比较好。我知道，这病是很难治。老人家也真够可怜的，儿子死了，几个女儿根本就不想照顾，来都很少来。这回到家以后该怎么办呢？这倒没问题，我想好了，把她接到我家去住。你能照顾得过来吗？照顾不过来也得照顾过来，她是我婆婆。再说，有小妹在，我也有个帮手。妈，起来，我们回家。春儿啊，我这么多女儿都不如你。妈，爸现在身体也不好，你们现在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也不方便。我想过了，干脆就住我那儿吧，跟我和小妹一起。那怎么行呢？你办厂够不容易的了，我们这两个老废物再住你那儿去，多添麻烦呀。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现在胡军不在了，孝顺你们是我的本分。春儿，你太孝顺了。我在胡军的墓前发过誓，
一定要替他尽孝，给你们养老送终。妈，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女儿吧。春儿，亲生女儿都不如你啊，好儿媳妇。妈。